今天我们玩什么呀？虫子。今天我们玩什么？一起去散步。这个是五味太郎的书，这个很好玩哦。这个。妈妈拿一个。妈妈拿一个。还有你拿什么？我拿呀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哦。天气很好的一天，小鸡们哦，出去散步了，排好队，一起去散步吧。诶，我排在小鸡后面呢，你排在哪里呀？你排在哪里？排队，排在小鸡后面。你排在手机后面吗？你排在小鸡后面，这边，小鸡后面，小鸡在这里。这里。我去看太阳吗？嗯。你去太阳那里干嘛呀？看晒晒呀。好，让我们看下一页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在宽阔的绿色草地上，跟小牛一样悠然自在的散步吧。散步散步。Hello， 牛牛。哦，他去他的家呀，他去家干嘛呀？他去家呀。哦，他去看一下小牛有没有在家，是不是？是。是哦。看这草有没有在家。哦，这个草地好辽阔哦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哦，还有小鸡，小鸡不是小鸟，那是小鸟，不是小鸡哦。Hello， 我们跟小鸟玩。好，接下来去哪里了？去哪里啦？哦，模仿活泼的蝗虫，轻快的蹦蹦跳跳，上个步吧，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吧，这边排队哦。哦，排队啊？是。这样排队啊，跟蝗虫一起排队啊。到哪里啦？哦，哎呀，这里要小心哦，像鳄鱼那样，踏着稳健的步伐前进吧，我们过桥。走，要小心哦，不要跌下桥哦。啊，有鳄鱼，我们走在鳄鱼上面，走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跌倒。哎呀，跌倒了。去哪里了？哦，小乌龟走路好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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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停下脚步，慢慢走。小乌龟在哪里？小乌龟走路好慢好慢，你有慢慢走路吗？哦，到什么啦？小猴子真的好灵活，咻，旋转咻。你看过像这样的走路方式吗？走完了，到哪里？哎呀呀，这里不好走，小心不要撞到头了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我跌倒了，快救我，快救我，快来救我，有人来救我吗？哦，你来救我了，一起走上去吧。哎呀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敲到头。哦，你的头，你敲到头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撞到头了。小心你的头撞到石头了。哦，看到羚羊了，是山羊还是羚羊？好像是山羊耶。山羊。山羊。啊，在太阳。怎么啦？哎，它跌进洞里面。哎呦，它跌进洞里面了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，来，我扶你上去。嗨。哦，走去哪里了？下一页是什么？哦。滑滑滑滑滑滑，像小企鹅一样滑行走路吧。出。哎，在这边洞。对呀，有洞要小心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页。哦，虽然这里有点可怕，但像小狐狸一样睁大眼睛，勇敢前进吧。你有没有前进？前进，要勇敢哦。好，接下来看我们到哪里了。哦，咚咚咚，爬
爬上楼梯吧，我爬楼梯啦，爬爬爬爬爬，啊，听到大家的声音了，你有爬楼梯吗？有没有爬楼梯？有。嗯，去哪里了？哦，太好了，找到大家了，我的小朋友，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呢。哇 ，Hello Hello， 你在睡觉？起床起床，快起床了。接下来呢？哦，好累啊，在这里休息吧。嗯，休息啊，休息吧。完了，好不好读？喜欢吗？拜拜。拜拜。